那是一个春天的晚上，下着雨，天气很冷。我的朋友开着车，我们一共三个人，突然对面来了一辆大车，他开着大灯，我们看不清前面的这个路，我们的车呢就撞到了旁边的一个车上，当时路地上有碎的玻璃，还有我朋友的这个躺在地上。 OK，sorry， 通过这个事情之后，我朋友的家人联系过，因为我很难再面对他们，因为孩子失去了妈妈。如果我没有系安全带，我想我也会死去，我的女儿就没有妈妈了，我这个家也就完了。